好啦，今铺我哋决定唔出街食，我哋系自家制约埋几个日本朋友一齐整呢个 Takoyaki Party， 章鱼小丸子 Party 啊，好好玩噶，又好玩又好食，大家一齐睇埋落去啦。Hello， 我哋而家去买呢个 Takoyaki 嘅粉。誠意邀請大家訂閱訂閱留言留言留言讚好讚好讚好撳埋撳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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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撳多謝大家多謝大家。關他嗰一件事嘅，我中意食嘅。我係買啲他個，咁啊，你想買啲咩咧？阿爹話要買日本雞蛋，好買咩咧？阿媽個，耶正啊！之前應該喺嗰邊啊嘛，喺冰櫃度。啊好啊，試下加腸仔落去啊！好食噶，どっちがいいかな？これ？シャウエッセンね。我中意食蟹柳啊，蟹柳耶，割穿，方便收啲嘅。好，就係37個九。入清食品。啊，九個九。之後另外要呢個煎魚絲。好，就买呢个 Q 皮沙律醬。有好多好多种油啊，唔知点拣啊。买 Takoyaki 醬，我哋买整 pizza 上面嗰啲芝士细细粒嘅。哇，這个佢哋中意啊呢个。因为今次咧就由大阪人主理，佢哋建议用200克嘅章鱼烧粉，加入700ml嘅水。嗱，这个标准咧就同佢包装上面是有少少出入，是有啲唔同的，是会牺牲咗啲嘅，但系咧冇问题嘅。Malasa 好有经验，我哋信佢啦。200粉、700水、2个鸡蛋。有料。你记得。我就有料。呢个粉系第一次。系啊。哇，結構きてるね。熱いぞ。めちゃくちゃ熱いよこれ。もし普通にたこ焼きだけやったら40個50個ぐらいかな。1人で40個？そうやで。40だいたいね。日本人はねだいたい40個ぐらい食うよ。え、おい、非洲は。簡単に言う、たこ焼き、章鱼烧。章鱼烧，章鱼，章鱼烧。再一个，六个六个啊！六个六个，哦，一根子。OK， 好。来咯，来啊！来啊，上点啊！耶，有板有眼嘅衰鬼。哇！哇 ！OK 啦。哎，哎 ，OK，OK， 完全 OK 啦。ハツオ、マヨもかける？マヨかけよう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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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披薩第一輪。咦，你落啲芋汁啊？系啊，呢個係醋啊。呢一個咧就落咗特製烏龍沙律醬同埋呢個他鬼子醬。係啦，佢咧就話要落醋，要同人哋唔同啲嘅。啊，試下先。嚟嘛。睇下。うま。好味啊！好好味。正宗大阪味道。好。真的幾好味喎！真的好味啊！熱唔熱啊？小心啊！唔好咁大粒啊！你，我試下。個とろとろすぎねえんで。美味しい。醤油。哇！好美啊！最高。啊哈！
個 instruction 咧，個如果用個 instruction 嗰個稀度咧，就會結咗啲冇咁好食啊。係咪？呢個而家啱啱好啊。呢個啱啱好。嗱，呢個咧就大佬釘咧，一食就嗌救命，好話好好食咁。嘅醋係咪？醋味。有咩唔同啊？系好食咯，两样都好食，好好食，呢个都好食。大家又忙碌紧呢啲 round 有 kimchi 嘅 round two， 嗯，系咪啊？又好特别，好好食啲啊！两个都好食。哎呀，咁啊第一次咧个火唔够大，而家大啲啊！大火啲啊！大火啲快少少系嘛？咁佢硬身啲系嘛？脆啲啊？俾佢有啲型咗先。啊，俾佢型型啲啊，系个圆形。你咁平时 I 做得噶？啊，系啊。系啊。咁如果 I 咗，能够受热就平均啲咯。俺昔大阪でたこ焼き家やってる時って、家のたこ焼きのやつね、丸やってんけど、この四角じゃなかったこうやって。丸い。丸い。確かに。丸の鉄板やった。赤かった。今の家は kimchi やけど。哇，可以噶！好味，有金柱系爽啲。嗰啲隔篱嘅半桶粉丝好辣。系喎，有金柱仲好食。仲好食。嗯。啱啊，蚊啊。嗯。切嗰啲。系啊。好唔好食啊？有鲜鲜，鲜鲜好味啊！嗯，好食又讲唔到嘢。嗯嗯，啲鱿鱼好好味啊！对啊，够大粒真系争个鱼，我停唔到口啊！你真系，呢个正鲜鲜啊！哇，咁啊又唔落咁多字啊，再抌啲料落嚟先。妈妈好手。爹啊。其实你想多啲定少啲啊？你中意啊，我问我喂。系啊。好。哇。我想试下我平啲。我哋嚟多咯。我惊我唔得啊 ，fail 咗。哇。咦，佢哋整啲手喺咁我哋而家。哎呀，摸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哇。哇！你嗰度仲有一粒，你睇下佢又哇，真系几靓。系喎，你识捕捉嗰啲，哇，转动啊，转动镜头啊，哇，大师傅，大师傅，哇！我下一 round 要参与下先，参与下制作，通常都系咁样。哇，好好啊，哎 ，OK， 你几细心。哇，呢个 fail。哇，真系。哇！喺跳舞啊，佢哋上面。曬舞色咧，有啲紅紅地。咁咪靚啲咯。加咗 kimchi 又紅紅地啦，跟住加芝士又金黃色啦。好。點解雪雪好似唔係敷得好好嘅？好生猛啊，係嘛？好嗱，呢個咧就係加咗有芝士嘅 kimchi， 即係。哇！你睇隔離個表情。咩事話？好熱，好熱，吞翻出嚟先啦。吞翻。阿龍，邊啲得唔得？系咪变咗好好多重嘅口感啊？依家，因为佢后屘又加啲脆脆落去咧。哇，咁样好味！如果我落佢平时嗰啲柚子就仲好食。嗯，都有芝士。我一粒要贪心啲嘅，唔好意思。咁你点知边粒系你嘅啫？俾我讲嘅。他边嚟？老多。啊！大刺龙师傅啊！哇！好嘅，呢件。大厨一路系咁煮落手咯，落料。跟住可以大火啦。大火。好。系。嗱，大火工作交俾我。好。实咧已经咧食咗三 round， 因为第四 round 啊。唔好意思。睇下細路仔食嘢。
我好叻喎！係嘛？你咁樣食唔到味喎。係啦，收翻入去。側邊嗰啲咧就倒埋落去。哦，塞滿佢就完啲啦。係啦。我顧好呢三粒已經好叻噶。哇，好開心啊！呢個畫面真係。啱啱阿爹話俾我聽，原來日本人係唔中意食蟹柳噶。嚇！即係咁咯，即係日本人好少食三文魚。一樣咯，咩日本人唔蟹柳嘅咩？你哋整出嚟嘅喎，梗係唔係啦？唔係，梗係唔係啦？係，我好中意食蟹柳嘅。哇！大佬聽好嘢喎嚇，嗰啲蝦瓜其實真係好食嘅喎嚇，好食咗，好甜好甜，即係有啲我覺得係有啲正宗嘅大阪嘅味道嘅啫。普通に普通に食べる美味しい味。我覺得你整得好食啲，係啊。真係勁，係啦，所以話咧，正宗日本味道，香港都可以做咩啊？食到，食到，煮到，你整到，係，我以為你突然間唔記得咗啫，原來諗住玩啲嘢嚇。下集預告，阿丁會帶我哋去對面海揾呢個正宗嘅天婦羅定食，你睇下呢只蟹啊，夠曬大隻啦！唔知係咪真係咁好食嘅咧？